大家好，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半桶水会客室。今日咧好开心请到黎子健大律师 Jackie 同我哋分享下乜嘢系调解。咁 Jackie，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，即系调解系乜嘢嚟嘅咧？哦，调解咧就系、由一个中立、客观、不偏不倚吓、对争议各方咧冇利益冲突嘅人士去主持一个咁嘅谈判嘅会议。咁、其实咧同普通谈判咧。的分別只不過多了他這個中間人而已、就調解精神呢就是以利益為先、關注為本，希望呢各方呢透過這個調解的程序呢、可以、坦誠、講一下他的深層次的利益、就希望達至到雙贏、從而呢就有最終及圓滿之和解，這個是希望做得到的、就將個紛爭就用一些比較和平的方式解決出去。係，咁聽落好好喎。咁但係咧，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？因為喺現實生活裡面咧，即係普通人嗌交咧，有個和事佬咧，都好難平擺平喎。有時候可唔可以講下咧？真係實質一啲調解點樣可以令到兩個都起曬槓嘅 party 可以和平咁解決，達到雙贏咧？哦，嗱，如果冇一個主持人喺度主持咧，即係咧兩個。齒輪啊，互相都是鋼鐵做的，或者自認為是鋼鐵做的、直接對撞啊，咁咧會 calling names 啦、你係乜乜，我係乜乜啊，粗言穢語講咧就以攻擊為目的啊，以發泄情緒為主體，咁咧對解決個深層次矛盾咧未必有幫助，因為點解咧？通常咧人嗌交咧就講就講到99.9%啊，聽嘅少於1/1%啊。咁咁唔係一個溝通、只有我鬧你、只有我噴你啊，同埋咧對你嘅不是作出投訴，咁、樣咧就爭好遠，所以變咗好難咯嚇。嗱、咁但係如果有個有專業調解訓練嘅人咧，佢會有個主持嘅特質，佢對嗰個調解程序會熟悉嚇。咁喺我哋現代嘅調解咧，係有一啲咁嘅理論，係有啲元素咧，係幫助到啲人去將個深層次的矛盾或者自己的利益、更加發掘到出嚟。而咧，通常咧個個都話：，我對事唔對人啦，好客觀啊，講就係咁講，實在做唔到嘅、但有個調解員喺度，適當咁介入，適當咁問問題咧，係幫到啲人回歸理性，係嘛、你兜口兜面問我係咪理性，我梗係理性啦，係嘛、真係咁啊！喺調解度咧，有時係有共同會面，叫聯席會議。三個六面講，有時有啲叫思考會面，或者叫 caucus 啊、咁啊只係會個調解員同一方嚇、總之有一方唔喺個房下，咁、就私下傾談。嗰、那個程序咧好似好簡單啫，有時分開傾，有時合埋傾，但係咧係有啲神奇之處喺嗰度。聽落去咧都覺得好神奇、好奧妙喎、呢件事。咁咧 ，Jackie 又想問一下咧，其實有時候我哋遇到糾紛啦，咁其實咧，可能好多人都會選擇用訴訟嘅形式去處理啦。咁究竟調解又有啲咩好處咧？咁啊，其實咧調解同訴訟咧就唔係話即係英文叫 mutually exclusive 啊，有訴訟就冇調解，而揀調解就唔訴訟嘅。相反咧，佢可能係一個硬幣嘅兩面。咁如果你話訴訟咧，係等於一個國家嘅國防部或者軍部啦嚇，嗰、那個調解咧就等於係外交部啦。咁咧呢個世界咧，能戰而後能和，有作戰嘅能力先係和解嘅基礎。如果你係冇一個律師代表你，或者出去撞書嚇，咁英文啊 matters of fact, matters of law 嚇，喺個證據度有若干嘅強項嚇。我有咩申索啊？嚇咁辯護方有咩幾多點啊？講翻出嚟，對方傾都唔同你傾。佢唔係睇你唔起啊，睇你唔到啊。咁你如果你走嚟調解之前啊，你唔擺啲牌上嚟嚇啊，咁你啲牌爛曬嘅咁樣嚇，佢咪 win takes all， 即係佢贏到盡咯。正如一個小村長，佢得哦個條村30人，對方係成吉思汗嘅大軍喎、咁樣嚇。咁談判咯，去到邊度可能都你都唔使死曬㗎，你都有談判嘅基礎，但係嗰個強弱出嚟咧就可能冇一面倒啦、一邊贏到99.999%，另一方面1/1%都冇嚇。好多時咧有咗訴訟，有律師幫手嚇、出咗啲律師信啦嚇，講下我嘅客户啊嚇，啱曬嘅，你嘅客户錯曬，咁對方個梗係唔會示弱嘅，揾翻律師信答翻嚇，
其實你咁講係無理取鬧嘅，我客先啱曬嘅咁樣嚇。always reserve 所有權益係保留咁樣。咁跟住咧，磨到喺嗰陣時都可能磨到噶啦，大家都唔敢去。咁但係有時唔係噶嘛，我啱曬嘛，我有道理嘛，繼續去。咁啊出狀書啦 ，OK 嚇，咁啊有申索書啦，咁啊有辯護書啦，咁樣嚇有回覆書啦，咁樣嗱喺嗰個情況咧，就大家起碼知道對方講乜嘢。當然唔同意，但係了解咗。咁嗰個時候咧，亦都好可能咧就已經有個調解啦。有啲話唔係，即係你講啫咁樣。未得啊，又要個專家報告先，又要有證人供詞先。嗱，簡單啲講就係話，我有咁多軍備㗎，我有咁多糧食㗎，我有咁多儲備可以打持久戰㗎，你夠膽嚟㗎咁樣，係清楚咗大家爭議喺邊度，咁樣先去做調解嚇，咁大家都會安心啲嚇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純粹係著重於呢個訴訟咧，而冇調解呢樣嘢咧，咁就有個問題啦。因為咧，訴訟所求嘅好多時係法律上嘅權益，佢應該或者配得到啲乜嘢，但係佢真正想要啲乜嘢咧，可能係狀書上邊係唔能夠包括到嘅，明白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如果有個調解咧，可以有啲方案咧，可以超越狀書所求，係啦，真正所講嘅，同埋真正所諗嘅，同埋即係只係法律上權益咧，係有唔係百分百對應嘅。仲有一點咧，就係話喺個製作方面咧，叫 remedy 咧，嗰個條件因為係有彈性，咁同埋咧就可以有啲創造性，係啦，即使係狀書以外，爭我1000萬喎，咁樣嚇，如果我需要嘅唔係1000萬嚇 ，in cash in kind in service 嚇，即係唔係一定錢嘅嚇，咁你肯就得㗎啦。所以咧條件係出到個方案咧，或者製作咧係講雙方肯唔肯。係啦，咁咧就係、是、但法律上咧就是、配唔配，而法官嘅判詞咧通常會只係受限於狀書所提出咗嘅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咁樣。係，哇！咁今日咧真係好精彩啊，聽咗好多關於咧調解嘅即係特別之處啦，同埋調解嘅用處喎。咁咧大家如果咧想了解多啲調解嘅朋友，歡迎 inbox 我哋。咁我哋咧今日嘅時間到呢度為止，多謝大家。拜拜。